天下战国，五胜者国，四胜者帝，三胜者国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，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兮，以王者众，以王者众。这是吴起编华图国篇里面所写的一段经文。世间战局何劳多胜，更不必每战必胜，大战局求胜可，小战局根本不必求胜，甚至应该求败以偿锋芒。此话让人周旋扎感。